这地方貌似是一个巨大的祭坛，能有上官策这等高手坐镇吧？亦是焚香谷机密重地，不知是否会如他所说。恐怕遗留下的古迹典籍，多半也是收藏在经营当地的修真门派手中。此处火焰之力倍然无比，举手投足间都要时刻提防。 这红光中所含邪力非同小可，几乎不亚于石纹。仅仅是行走在玄火潭内，几乎就要心神失守。好一个名门正派的焚香谷，居下面居然是座活火山！ 小慧，小心！小慧，难道是他在吸收这股力量？小慧。 极力也不曾记载。 除了那个追踪符，你们焚香谷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给我瞧瞧。有的，有的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硬火尖，只要点燃它，方圆十里内持有此物的弟子都能感应到它的位置。好一招将计就计啊，想来即使我不出手，昨晚那区区困阵也奈何不了姑娘。公子说笑了，患难见真情，援手之恩小女子时刻都记着的。问出来了吗？既然公子不信我，那就自己问了，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不许隐瞒哦。好。谷中为何会惊起铃声？那是我们焚香谷独有的金铃阵。有何玄机？金铃阵的关键在于龟臀，这是十万大山独有的异兽，鼻子极其灵敏，一旦发现外人便会晃动金铃示警。十万大山中的异兽，焚香谷何来驯养之法？这我不知道。那灰豚布置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只有诸位长老才知晓。焚香谷何时与鱼人勾结？什么鱼人？一种鱼头人身的丑八怪。没有见过。看来不是普通弟子能知道的了，今夜再去一试。全凭公子吩咐。谷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谷。师叔违令，作何解释？怎么少了一人？我自会向谷主请罪。此事作罢，再有违令出谷者，严惩不贷。是。给我吧。这些是什么？盐巴调料，老毛病了，走哪儿都带着。多谢公子了。我不小心被烫了一下。猴子不懂事，魔鬼。公子好手艺，一只普通兔子竟然也能被你料理得如此美味。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兔肉呢。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公子，公子，怎么？公子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有什么事吗？我能有什么事？
公子没事就好。昨夜我们闯谷也没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莫非是鬼王宗的高手不听公子号令贸然出动了？当然不是，是你合欢派的人。不如我们也去凑个热闹。没兴趣，我另有去处。也好。焚香谷重地擅闯者杀无赦。这我可得帮帮忙啊。你在哪儿？千万不要伤他们性命。怎么学会？原来灰豚藏在暗道之处，小辉，看你的了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这边，在那儿。这就是灰盾，倒真是罕见。住手！师爷！我宰了这群畜生！是师姐。住手！师兄，这群不知死活的畜生竟敢杀害我谷中弟子，这鱼人已经杀红了眼，这什么都听不进去啊。告诉他我们去请谷主，让他们不要再闹。是。
还请师叔你约束弟弟，切莫再闹出人命，一切等谷主定夺。此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的记录，谷族的线索一定藏于大人物的所在之处。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师妹不必担心，只要上官师叔出面，那些余人必定乖乖离去。可惜死伤的弟子，这笔账早晚要算。眼下这些怪物还有用处，且让他们三分，将来。原来在谷口闹事的是那些余人。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个上官师叔如何。参见上官师叔。那些余人为何突然如此暴戾，竟到了要攻打山谷的地步？回禀师叔，三日前余人族长跟吕师叔见面后，离开不到一里处被高手击杀。凶手是谁？还没有头绪。余人族长被杀时，吕顺不是在场吗？凶手太过狡猾，得手后立刻远遁，吕师叔才没有抓到对方。此事早该禀报师叔，只是谷主念及师叔镇守玄火潭驻地百年，早已不问俗事，所以才。谷主一番好意，我岂能不知？若不是这些异族尚有可用之处，当年老夫收服他们时还有些威名，谷主也不愿麻烦我这个糟老头子了。与师叔正带领弟子与那些怪物周旋，谷主不愿和那些异族完全撕破脸，我方极尽忍让。弟子徒增伤亡，不得已才请师叔出山。既然谷主相信，我自当从命。师叔。太久不出来，看什么都觉得陌生。走吧。除了那个追踪符，你们焚香谷还有什么好东西？给我瞧瞧。有的，有的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引火尖，只要点燃它，望远石里内持有此物的弟子都能感应到它的位置。好一招将计就计啊，想来即使我不出手，昨晚那区区困阵也奈何不了姑娘。公子说笑了，患难见真情，援手之恩小女子时刻都记着的。问出来了吗？既然公子不信我，那就自己问了，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不许隐瞒哦。好。谷中为何会惊起铃声？那是我们焚香谷独有的金铃阵。有何玄机？金铃阵的关键在于龟臀，这是十万大山独有的异兽，鼻子极其灵敏，一旦发现外人便会晃动金铃示警。十万大山中的异兽，焚香谷何来驯养之法？这我不知道。那灰豚布置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只有诸位长老才知晓。焚香谷何时与鱼人勾结？什么鱼人？一种鱼头人身的丑八怪。没有见过。看来不是普通弟子能知道的了，今夜再去一试。全凭公子吩咐。谷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谷。师叔违令，作何解释？怎么少了一人？我自会向谷主请罪。此事作罢，再有违令出谷者，严惩不贷。是。给我吧。这些是什么？盐巴调料，老毛病了，走哪儿都带着。多谢公子了。我不小心被烫了一下。猴子不懂事，魔鬼。公子好手艺，一只普通兔子竟然也能被你料理得如此美味。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兔肉呢。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公子，公子，怎么？公子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有什么事吗？我能有什么事？
公子没事就好。昨夜我们闯谷也没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莫非是鬼王宗的高手不听公子号令贸然出动了？当然不是，是你合欢派的人。不如我们也去凑个热闹。没兴趣，我另有去处。也好。焚香谷重地擅闯者，杀无赦。这我可得帮帮忙啊。你站那儿。千万不要伤他们性命。原来灰豚藏在暗道之处，小灰，该你的了，只能冒险一试了。这边，在那儿。这就是灰盾，倒真是罕见。住手！师爷！我宰了这群畜生！是师姐。这群不知死活的畜生，竟敢杀害我谷中弟子！这愚人已经杀红了眼，这什么都听不进去啊！告诉他，我们去请谷主，让他们不要再闹。是。
还请师叔你约束弟弟，切莫再闹出人命，一切等谷主定夺。此处只是一些日常事务的记录，谷族的线索一定藏于大人物的所在之处。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，师妹不必担心，只要上官师叔出面，那些余人必定乖乖离去。可惜死伤的弟子，这笔账早晚要算。眼下这些怪物还有用处，且让他们三分，将来。原来在谷口闹事的是那些余人。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个上官师叔如何。参见上官师叔。那些愚人为何突然如此暴戾，竟到了要攻打山谷的地步？回禀师叔，三日前愚人族长跟吕师叔见面后，离开不到一里处被高手击杀。凶手是谁？还没有头绪。愚人族长被杀时，吕春不是在场吗？凶手太过狡猾，得手后立刻远遁，吕师叔才没有抓到对方。此事早该禀报师叔，只是谷主念及师叔镇守玄火潭驻地百年，早已不问俗事，所以才。谷主一番好意，我岂能不取？若不是这些异族尚有可用之处，当年老夫收服他们时还有些威名，谷主也不愿麻烦我这个糟老头子了。与师叔正带领弟子与那些怪物周旋，谷主不愿和那些异族完全撕破脸，我方极尽忍让。弟子徒增伤亡，不得已才请师叔出山。既然谷主相信，我自当从命。师叔。太久不出来，看什么都觉得陌生。走吧。